李小璐带甜心三亚游玩，穿短裤故意露肩秀好身材，超大马脚太抢镜。近日，李小璐分享了一组出去游玩的照片，从细节可以得知，此次李小璐带着女儿甜心去了三亚度假。李小璐晒出的组图中，其中有一张是她与闺蜜高星的合影，镜头中高星短发造型看上去飒爽帅气，穿衣风格也颇为中性，再加上两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体型差，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李小璐结交了新男友。李小璐晒出的照片中没有女儿甜心的身影，不过1月31日，李小璐和甜心一同现身机场被拍到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如今围绕在李小璐身上的争议已经淡去不少，很多网友也希望李小璐能带着女儿好好生活，甚至有网友希望李小璐和贾乃亮能够复婚，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庭。而前段时间也扒出甜心的社交账号，背景依旧是一家三口的合影，想来在甜心的心中，肯定也希望爸爸妈妈还继续在一起生活。其实不管将来两人能否复婚，只要对孩子负责就很好，感觉李小璐现在活得也越来越潇洒了。